有没有现场的校友们想上台跟我们一起来合唱这首歌呢？大家不要客气，这是一个十周年的音乐会，非常的值得纪念。如果你愿意，邀请你上台。我们线上的朋友们、校友们也可以一起合唱。大家的掌声之中结束了我们今天这么丰富的音乐会。我们接下来是一个报告的时间。如果各位来宾或者在线上的朋友，你们是我们东海的学生的话，很想要认识或加入合唱家，可以参考我们的节目单上有一个加入我们的这个区块。那其中最左边这个QR code 就是报名表，那旁边呢也有 Lucy 合唱家的脸书以及 IG 的 QR code， 很欢迎你们可以来加入我们。如果你是我们东海的大学生，那另外一个是如果您愿意支持合唱家，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支持我们的区块，里头有支持我们的方式。那之后呢，会在线上的这个影片下方的说明栏再补上这一次的节目单以及相关的连结。我们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会就在这里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很高兴各位的来临，我们下一次见。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音乐会，大家晚安。